全国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。吼，好一个黑色星期五啊！那今天盘中跌的有跌最多的时候，曾经跌了将近600点啊！可能都投资人吓都会吓死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这边是24000点啊，所以跌个那种几百点，说真的，真的没有什么。因为大家别忘记了，光一档台积电跌啊，指数有可能就占了一大半以上啊。所以对于手上没有台积电的来讲的话，哦，他不一定会有点感觉了，哦，除非你手上有一些权值股，哦，比如说权值股都压回的时候，那种感觉你就会比较深刻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像今天很多千金股，尤其像力旺，哇，今天杀的就很深，哦，因为它毕竟也是权值股嘛，哦，所以说，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不能买权值股，而是投资朋友，你要先要认清一个事实哦。你知道认清什么事实吗？我们从今天的盘，从今天大跌将近600点的过程之中，我很清楚的可以告诉大家，哦，现在整个主流它会进行一个大洗盘，哦，什么样主流会大洗盘？就比如说，为什么我们 AI 小鲜肉今天反而可以逆势走强，对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反而 AI 小鲜肉可以逆势走强？因为前面没有什么涨到嘛，所以当它前面都没有什么涨到的情况之下，你看，反而今天大盘跌了600点，它反而可以逆势走强。这个情形我前几天就跟他提醒过了。你看哦，我们简单的来看今天跌的就好了，随便举个例好了。你看哦，来，你看现在上权就好了。哦，为什么今天会跌的比较深？你买 K 锥啊嘛，对不？所以说现在大盘哦，它一定会有一些我们在讲所谓结构性的变化嘛。就是说这一些已经涨多的股票，当然你说以上权来讲，它在涨的过程中我们压回，有都有压回。可是大家了解到哦，通常来讲越接近高档压回，它告诉我们就是说什么，后面个 key 嘛是有限啦，那你何必去赌这种事情呢？我再讲的直接一点啦，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的肋骨拉回啦，好不好？我安尼讲啦，人讲机器的话会有啦，哦，头前20几去涨停板没去到啦，拢你都人都没赚到嘛，对不对？假设你完全没赚到的情况之下，那你觉得他现在打回来之后，后面还有10-20只涨停板让你赚吗？假掰的，绝对不可能的嘛！我再跟他强调一次，他主流一定会变了，主流一定会变了。这都为什么我要告诉大家嘛？哦，接下来的操作来讲，为什么要成立这个 AI 军团的原因就在这里嘛？好，为什么我要把整个的操作主轴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摆在像 AI 小鲜肉这些股票上面，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盘势啊，它的整个主流结构它会进行一个新的调整。你看哦，这两天有个类股还算强，但是也没有一起很强，叫什么？高阶窄板的。那你看哦，我问你，星星很强吗？没有很强。南电很强吗？也还好，因为南电比较贵。为什么反而景硕会比较强？一来跌得够深，再来干嘛？股价还便宜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这叫事实论啊。这代表比如说之前航运股在抢的时候，大家有印象？哦，为什么万海可以涨成这样子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万海飙高呢？一来它股价还便宜，再来裸料毛轻嘛。所以这样子的股票主力他反而会喜欢琢磨，大家懂回事吗？最好有点题材。所以你看为什么突然间景硕会飙升？哦，原来哦，哦，原来人家什么接到了，对不对？辉达的什么订单嘛，相对的道理嘛，对不对？我又可以搭到 AI 的商机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好这个东西又是我能做得出来的，你看一拍即合，股票就起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一直跟他强调说，现在整个这个结构它会做调整，就比如说千金股会做调整哦。好，千金股它会做调整哦，不是说只有你现在看到这样子哦，你现在所看到的千金股它也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些什么变化哦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很多大部分的千金股也都在高档嘛，你看什么宏塑这一些，对不对？旭准这一些，哦，什么信华这一些，现在看起来都不便宜啊。反而你看哦，今天比较跌深的，你看像四星来讲，它反而就没有什么被影响到。为什么？你用跟它大盘落600点呢？为什么？对，四星也是跌，可是你看哦，它为什么比较被影响到没有那么大？因为它还没什么起掉嘛，
那为什么你看哦？那为什么像力旺今天跌比较深，对不？因为它有涨到嘛，所以它跌的空间会比较具有想象力，那更不要说其他的那些前景股了。好，所以说我这边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新的观念，一个方向。好，就是说有一些已经涨多的，就像我们刚看到像汇智啊这一些，哦，这个在接下来它绝对不会是主流的。我再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。我们讲，今年年初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那时候神盾集团在大涨的时候，古尼尼对尼车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不是整个神盾集团，不管是神盾、安国在大涨，对不对？我问大家好，最近这个集团，神盾集团有涨吗？没有嘛。大盘24000哦，请问一下，神盾集团的股票哪一次有涨的？没有嘛。所以有时候吼，亲爱的投资朋友。我今天不是叫你去赌股票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我今天不是要告诉大家说，哦，那款小金融跌底部的盖饼啊，盖饼啊输赢啊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赌对了，荣华富贵啊；赌错了嘞，我告诉大家也亏不多啦，因为都在底部嘛。所以哈，我们从最近我们讲嘛，我从最近这半年我所看到的、观察到的迹象，从航运股开始，哦，再到。AI 的概念股，你就可以发现到，我们讲到 AI 的概念股，你看，我记不记得我前两天跟他举例了？请问一下，双红最近有涨吗？七红有涨吗？没嘛，这边盘头嘛。那你说你做最近这三个月去买双红，哎，老师有我也赚一点点啊，拜托我这哪叫赚？啊，无三成五成还都卖叫做赚啦。我讲真的啦，那你还不如去赌台积电就好了。所以齁，我今天为什么跟他举了这么多的例子，我无非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接下来当大盘拉回的过程之中，齁，当大盘的拉回过程之中，齁，我这边也不去告诉大家会跌多少啦，齁，会拉回多少啦，齁，但是势必这边一定会稍微拉回震荡，这已经是无可避免的。齁，回得够深一点，哎，也许像这边一样跌个1000多点。哦，那跌的少一点，或许像这样大涨小回嘛。然后有如果可以维持一个大涨小回的格局的话，那我问大家好了，那你觉得后面的主流会是你现在看到这两天强的股票吗？会是你之前看到那些强的股票类股吗？绝对不会，它会变嘛。所以你看呢，我是不是给大家一个 AI 军团的一个概念？这个概念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也许它不是血统纯正的 AI 概念股。哦，也许它不像双红啦，啊，哦，不像奇红这一些。对，我就是做 AI 的生意，啊，哦，可是呢，现在你去看这些股票也不会动啊。那你说你现在浪费时间把钱砸在这些股票上面的意义在哪里？没有嘛，还不如做我们类似我们这种小鲜肉，对不对？多好啊，对吧？不是更好吗？我不是给他举例吗？你看前两天跟他开牌的小当家的立新嘛，对不对？虽然今天淡薄仔台买盘嘛，吼，可是不可否认的，那么是底部冲起来啊。他为什么会冲这一段？理由很简单嘛，因为我转型要做什么 AI 嘛，就这么简单。反正 AI 的范围那么大嘛，我怎么相信我问一下倒的问不对哦，对不对？也许最上游的，啊，比如说伺服器的，也许我沾不到边啊，比如说什么什么细制材这个部分，我沾不到边。可是你有通路要跑吧，你有零组件要跑吧，对不对？我做这个就好啦，我也是 AI 的概念股，你难道 AI 难道完全都没有零组件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这种概念，大家懂吗？好，所以说今天呢也小贺一下，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小鲜肉虽然今天没有涨停板，因为今天涨停板的股票也不多了，不过我在跟他讲，今天涨停板的股票你告诉我有哪档超过100块的，你应该看吧，只有锦硕嘛，对不对？锦硕是这两天变100的啦，之前也没有100嘛。那你告诉我其他的有哪档是100的？啊，那档那条话一说哈，所以哈，我今天要跟他分享的这档股票有玄机的哦。玄机在哪里呢？来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哈，100元以下最优选。哦 ，AI 一路发，啊，哦，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给所有的投资朋友的哦，让我来带你一起赚啊。哦，也许你没有赚到利息没有关系，哦，也许小鲜肉你擦肩而过也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个 AI 一路发后要把100块以下，哦，
我相信这也是 我觉得啦，以现在来讲，100块以下也算人人买得起的股票了啦，好不好？大家好好把握哦，好好把握。好，紧接着要来聊四星，好，要来聊我们的千金股。这两天哦，我大部分的股票都是站在卖方，绝大部分啦，哦，虽然有一些还是持股还是抱着，但是绝大部分我已经能卖的大概卖的差不多了，哦。那为什么卖股票？考量点其实也没有那么想大家想的那么复杂了。就只是单纯股票涨多了，哦，股市涨多就这么简单，哦，那当然有些股票会卖掉的其他的考量点，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为了什么落袋为安嘛，一定赚到啊，肉一定赚到啊，我问你一张股票赚三四十万，难道 你不先卖吗？你不先卖的吗？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好不好，来特别整理了一下我们这个礼拜从7月8号到12号的操作了，哦，大家可以瞪大眼睛去看嘛，赚的少的，哦，比如像富士达做隔日冲的，我这边都会写嘛，有当冲隔日冲嘛，好，比如说我富士达做隔日冲的赚的少，细班普瑞做个隔日冲的细班不加急啦，联发科做个当冲七班不加急啦，哦，但是你看哦，像世新力旺这一些，因为它股价比较高嘛，你看做个隔日冲当冲，你看价差都是十几万在拉的，哦，好，那当然我今天这几天一直在出股票啦，哦，不管是有没有超过1000元的股票，像我昨天就把普瑞给出清了，815买的，885买的，哦，出，哦，昨天出的一个小波段赚7万块，我们加紧。可是你看，哦，像世新力旺就不得了了，哦，你看世新2450买的，哦，然后呢今天出2900出的，这笔就45万，也是做个小波段。力旺也是2520出的，2520进的，然后2920今天出掉，都是今天出掉的40万，光这两笔就85万。好，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来李佳，好，之前我在底部我就提醒过大家嘛，好，哦，四星都在怕跌嘛，好，哦，主流在变嘛，那我们也知道吧，四星这一波它完全都没有涨到，哎，大把又干两万四啊，那边干两万五啊，结果一个跌拖一个倒里加呢，好，哦，有点不可思议，有点不是很合理啊，所以这也酝酿了它一个反弹的空间，大家懂吗？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，所谓会酝酿一个反弹的空间，不表示它会飙翻天哦。哦，可能也许有机会挑战前高，大概3000多块这边稍微震荡整理，有可能啊。也许大家会做个整理完之后变个头肩底，哎，复制的有点像之前创业的模式，也有可能。可是因为今天大盘是大跌的，当你们发现昨天纳斯达克指数费半的是大跌的，所以呢，也正因为，哦，整个国际半导体指数都是比较偏向拉回的，所以有些股票我想一想，好吧，不要紧，就算我们的点买得很漂亮了，我觉得还是先把钱赚到口袋里比较实在了，所以你看我们在2450买了，这个是算一个基本单，算一个小波段单，到今天12号我建议2900块这边把它出清，今天最高还有到2910了，所以我挂2900是一定会到的，因为有稍微穿价一定会到的，恭喜四星这一笔赚40万，就是这一笔我们加钱啦，就是这一段。那你说像四星这边拉回震荡完之后有没有可能再攻，再说嘛，跟他讲嘛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分析一档股票有没有后面再涨，哦，这当然就是因为你不想卖股票，你会去想说啊，板不离够 key 嘞，啊，我要做事，啊，不然你万一我们卖掉后面再涨呢？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会发现到，就是说，当然啦，你讲哪里讲面消贪消贪嫩给人这种道理，这个我可以理解。啊，我做事我新本这点给，我不想卖，欸，搞不好再上上去有一张可以赚100万，欸，我不是很想卖，欸，好，这个我可以理解。的确，万一再涨呢，啊，会觉得好像少赚很多，对不对？这个我可以理解。那万一没有涨呢？谁说的准？哎，给他盘了，被喇叭掉呢？谁说的准？对不对？万一礼拜一再来个300-400点，谁受得了啊？所以我觉得哈，我今最担心的是安内啦，过于不及都不是很好。但是呢，先把它赚下来是最实在的。哦，再涨点都买回来而已嘛。法律有没有规定我们股票卖掉不能买回来，对不对？那也恭喜，好，我们四星一个小波段赚45万。好，今天的力旺就很弱，我刚才跟他提到过，那为什么今天四星稍微跌的少而力旺跌的比较多？关键的差别在于说，力旺它已经涨了一大段了，它这个 ABC 的结构非常的明显，可是呢你看哦，力旺这个四星才刚刚底部翻扬，所以严格上来讲它赌一把了，当然是四星，这个我认同。可是我刚刚跟他提到过，因为今天大盘跌了600点，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，哦，我们不要去赌太多，好不好？
行落袋为安，他对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相信我节目上告诉大家，这个利旺卖的好像昨天也是做当中出掉的嘛，哈、哦，那今天是出波单单来，利旺我们是在7月2号2520这边进场的，好、哦，这算是一个基本单的持有啦，好、哦，7月2号这天买的，好、哦，算基本单啦，好、哦，7月2号这里，2号在这边，好、哦，就做一个小波段，太不加紧了，这段太不加紧了，好、哦，然后一直到今天早盘，我建议。好，我们2920附近全数获利出清，就不留了。哦，一张不留。今天最高来到2930，没料是不？你看，四星最高2910，好，卖2900嘛。那今天利旺最高2930，卖2200嘛。哦，2920嘛。哈，你看，安尼四十万，好，这样子40万也不错啊。好，就赚那个小波段啦、啊。好、哦，赚一个小波段。那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把利旺跟四星拿出来给大家讲？不是因为这两只股票赚的最多。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要告诉大家，好、哦，千金股以我的操作来讲，我除了会有一些短线价差的布局之外，也会有一个波段的布局，包括这个像这个什么，普瑞也是一样，好、哦，不要普瑞没什么涨啦、啊，好、哦，当初我本来预计有机会挑战前高，但是我看这两天盘不是很好、哦、要后掉，所以你看哦，普瑞我们在什么时候布局的？有没有看到？一样是7月2号815这边买进的啊、哦，都是低阶哦，都低阶哦。然后昨天出的，哦、昨天7月11号，好、哦，885块获利出清，好、哦，这样嘞，太不加紧，700块，这段，太不加紧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这个礼拜，好、哦，我说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跟他聊这个，我们来做个小回顾嘛，哦，这个战绩的回顾。你看，从星期一开始，不，从联发科开始，富士达、四星、利旺、普瑞、利旺、翔硕、普瑞、四星、利旺，好、哦，有赚多的，有赚少的，有当冲的，有隔日冲的，有做小波段的 ，total 加起来170万。几百，也许对于资金大的人来讲，他觉得其实赚100多万真的没有什么。但是我现在告诉他，不是赚多少钱的关键，关键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关键是在于说，千金股会拉回。我先问大家好了，当千金股在拉回筑底完之后，难道你们不想一起赚吗？你们不想跟着我赚吗？也许今天不是很好的买点嘛，对不对？也许今天买了不一定下礼拜一可以赚哦，可是当千金股在拉回修正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我那个时候在节目上，我不是我打个可能揪鬼，记不记得那时候利旺在打回来的时候？好了，还记不记得创意那时候天天在跌到破底的时候，我是告诉大家，哎，你怎么知道这边不是最好的买点啊？事实证明是不是创意大涨？没错吧？当初我是这样讲利旺，我说你们看到利旺这样子一直杀杀杀杀杀，你怎么知道这边不是最好的买点啊？事实证明，结果这边真的是最好的买点啊。所以现在千金股在拉回的当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要去想的是什么？那如果现在千金股压回完之后，这边再这样说整理完之后，说不定又是一个最好的买点又浮现的时候，难道你们不想一起做吗？难道不想一起赚吗？所以我今天特别把它整理出来的用意，只是要告诉大家，哦，也许你可以赚的比我多，哦，真的，我相信起牛绝对有高手的嘛，对吧？一定有人是高手嘛，可能赚的比我多嘛。但是赚不到的人一定更多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高手毕竟是少数嘛，对不对？武林盟主永远只有一个嘛，不可能有好几个武林盟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肯定是看得到吃不到的很多嘛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说，如果你今天资金够的，好、哦，我这么直接讲好了，你只要有大概500万以上左右的，好、哦，就有办法参与这个千金股的操作嘛，啊、哦。如果你也希望，你也想要这样子，可以这样子，哎，低接高卖，低接高卖，这样累积价差的话。爱给哦，千金股拉回了，又是一次非常好可以赚逢低卡位的好机会，要好好跟上、哦、要好好把握，好不好？有任何不了解的都非常欢迎你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助理做联系、哦、当然你也可以打电话跟助理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咨询啦、哦、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先进广告，等一下回来聊一下今天要分享的这档 AI 一路发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
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为什么我要开始布局这一些、哦、跟 AI 稍微可以搭得上边的这一些股票，而我们不去布局那些血统纯正的 AI 的概念股？我刚刚也跟他提到过了，可以啊，那些所谓的血统纯正的 AI 概念股，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字嘛，贵嘛。现在两只鸡就知啊，有贵不、哦、一天要70几万，有贵不，哇，一天要70万，有贵不？哇，今天买，哎，这个还算便宜的哦，这个还算便宜的哦，哦，那当然最贵的当然是台积电了、啊，哦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现在这一些大家众哇那讲啦，天知地知，你是我知，打开报纸也知道，手机搜一搜都知道了，这些 AI 概念股，对不？你只要拿起手机搜寻 AI 概念股，我跟你讲，一跳出来股票，请问哪一只现在这么小的？你跟我讲。都不便宜啦，所以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，叫什么事实？我承认 AI 概念股它绝对是未来的主流，但是绝对不会是短线的主流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你要说好啦，我们就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，哦，未来整个台湾的这个所有的电子相关的产业，会因为 AI 这个产业蓬勃发展，好，这个我可以认同。可是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啊，你现在看这些股票都没俗啊，而且都是在一个相对的高档。所以既然这个是个事实，那我问大家好了， 你敢赌吗？你现在敢去赌这个吗？我问大家好，你敢赌吗？你敢吗？你敢我不一定敢，我先跟你讲、哦、你敢我不一定敢，因为我们要带会，我不可能去干这种事情的嘛、哦、所以我一定要做有把握的事情。那既然 AI 是主流，但是我觉得这些血统纯正的又那么贵，那怎么办呢？不然嘛，擦边球可不可以？跟 AI 稍微略有相关的，可以夹一下，可以不？啊，股票嘛，那么贵嘛，啊，最好在低档的最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要分享小当家嘛？没错吧？人家也是擦边球啊，他本来跟 AI 没关嘛，他本来是做光学辨识的嘛，可是公司说，哎、欸，我要开始做 AI 的这个什么光学辨识哦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啊，人股票有起立啊，对不？股票有起立啊。个小，对不对？靠一里十张啊，都觉得像自己是大户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你看哦，我刚刚一开场也跟大家举例嘛，我说你看我们从今天你看到的这些股票来讲的话，泰鼎是不是从底部起来？嘛不贵啊，你看今天52块嘛，哦，阿比个40块就开始起啊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再举跟 AI 没关系，叫大地，对不？嘛是赶快啦，那块50块以下都是跌升的，我看到不？这个投资者，我知道有的人不是很喜欢买这种跌升的股票，我承认的确。但是请他到处，因为我这几天贵到死机，你听我意思不？
这叫过渡时期啊，时期啊。像比如说现在千金股会压回，那我问大家好了，你明知道现在压回，那你现在急着出手有用吗？没用嘛，对不？万不能够爬下来，哎、欸，那一张一两百万的股票呢，差不多一了就一二十万的了啊，所以你要懂得那个时机点的拿捏，你懂吗？你明明在这边这尾股票，哎，又等来，你现在去接那种天上掉下来的刀子，这个时机点是不对的啊！你反而要逆向去思考，对不？哇对啊，怕对起来股票啊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分享这一档 AI 一路发的道理就是一样嘛？它的整个底部结构，就像我跟他提到过，就跟立新是一样，它也是有 AI 的擦边球在。也许它不像双红、奇红这些号称血统纯正的 AI 概念股，但是在想，哎、欸，一个股价三字头，一个股价两字头呢，差这多呢？对不？100块以下呢？对啊，你讲你怎么拼性命去买一张七八十万的双红跟奇红会赚钱吗？也许会赚一点点价差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要大赚是不可能。吼、哦，买就是要对这种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爸哦，让红哥来带你一起赚。节目最后预祝所有的投资朋友操作顺利，我们下周一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